红叔要跟大家推荐一部国产战争题材影视剧，先吊一下大家胃口。能跟兄弟连相媲美的国产战争剧有吗？不要告诉我你没看过兄弟连。评分 9.6， 斯皮尔伯格、汤姆汉克斯。21年前上映的这部美剧被奉为战争题材影视剧的巅峰与教科书，大家没意见吧？它一直被模仿，却从未被超越。再看我国产战争剧，那些手撕鬼子的桥段简直是在侮辱人类的智商。有人说康导的团长可以与之一比，没错，团长是近些年国产战争剧不可多得的佳作，但是苦于经费问题，多少还是有些遗憾。还有人把战火熔炉称之为中国版的兄弟连，的确不错，侯叔也解说过，但就冲他无情删掉的11集内容，光剧情上就完败，拿什么比？我们再继续找，能文能武李延年这个名字怎么看都有点乡土气息。建党100周年献礼之作，主旋律的战争剧。侯叔自打不接受高等教育开始，类似题材均不在摄影范畴之内，但是顶不住后台不下30个人私信我，极力推荐让我解说这部剧，有主旋律剧跨过鸭绿江的良好印象在线。同样朝鲜战争题材的能文能武李延年总共6集，一口气全部看完，全程无尿点。没错，这部短剧有足够的底气去跟美版的兄弟连 PK， 不信也就接着看。首先，故事情节完整细致，作为共和国勋章获得者之一，李延年、袁隆平等共9人获此殊荣。李延年的真实事迹来不得一丝一毫的差池，然后是不输兄弟连的战斗画面，特别是剧中所涉及到的志愿军的军事细节，兵力如何部署，步兵之间如何分工协作，步炮协同应该怎么配合，炸碉堡需要用什么战术，躲炮弹又有什么秘诀，志愿军的战壕又有什么讲究，你在之前的国剧之中完全看不到的细节，这里全都有。看完侯叔的解说之后，你会认识到原来志愿军的进攻策略这么牛，我军最擅长的进攻方式绝对不是人海战术，原来还可以这样防守。还有一个队伍的思想政治工作竟然如此重要，侯叔准备花几期的时间详尽细致地去赏析这部描绘朝鲜战场的上乘之作。先谈大背景，1951年4月到6月近2个月的时间，中国人民志愿军发起了朝鲜战争的第5次大规模兵团战役，时任联合国军总司令的李奇微组织特遣队63军力挽狂澜，大名鼎鼎的铁原阻击战让美军企图全歼志愿军主力的阴谋未能得逞。李奇微想明白一件事，面对志愿军的铜墙铁壁，美军想在战场上快速获胜根本就不可能，对他们来说这是一场看不到希望的战争，他们不得不主动提出停战谈判，战场上没捞到的便宜想在谈判桌上捞回来。1951年7月，在开城来凤庄开启了和谈模式，所谓的和谈其实很滑稽，看美军提出的条件你就知道，他们要求中朝军队从现有的军事控制线分别向后撤退30到60公里，说因为美军有强大的海空优势，让出的领地是对他们海空优势的补偿，这怎么可能？既然不想谈，那就返回战场吧，到时候你们一定会自觉地收回这个厚颜无耻的方案。这是宏观背景，而我们的故事呢，就发生在这个346.6高地之上。此处采用了一个长镜头，从朝鲜战争全局聚焦到了志愿军47军140师418团3营，从3营营区外开始，详细的展现了一个志愿军营地的样子。李延年的英雄事迹，我们就从这里开始。撤出了346.6高地，现在上级命令我们3营要重新夺回346.6高地，并坚守住在高地。我们让敌人知道我们的国家无比强大，不容欺辱。大战在即，志愿军队伍里面竟然出现了逃兵。李延年作为7连指导员，他的做法堪称完美。在这之前，我们有必要先了解一下朝鲜战场上的心理战。整个朝鲜战争期间，美军飞机光向我方投放传单就高达2.4亿份。不仅如此，还在阵地前给志愿军放电影，拿着大喇叭在阵前唧唧歪歪的事情更是屡见不鲜。这个在电视剧《跨国鸭绿江》里面也有体现。50军死守汉江南岸，寸土不让。李奇微得知志愿军第50军是原国民党第60军的投诚身份之后，便找来了老蒋的人，有极强的针对性，在我军阵地前实施劝降等心理战。无名革命军60军的弟兄们，美军搞心理战，其实志愿军也没闲着。上面这张图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发给美军的英文劝降手帕，内容很有意思啊，翻译一下：让所有人都成为朋友，那些爱你的人要你回家平安且健康，代表和平的鸽子祝美军圣诞快乐，
为什么为他而战？为什么不回到爱人的身边？穿回便装是什么感觉？退出非正义之战不可扯，要和平，停止战争，把朝鲜还给朝鲜人。中国人民志愿军1951。至于这手帕是怎么送到美军手中的，那就不得而知。整个朝鲜战争双方的心理战也是不容忽视的另外一个战场。美军劝降志愿军主要针对的还是原国民党投诚过来的人。李延年所在的七连就有6名解放战士。大战在即，小安东却临阵脱逃，铁证如山，不容狡辩。主子，主子，执行这场命令。群情激昂，枪毙在所难免。但是李延年知道是怎么回事，作为连队指导员，整个连队所有人的家庭情况、感情问题、思想波动，他全部清清楚楚。因为他是连队指导员，政工工作是他的重中之重。小安东绝对不是贪生怕死，肯定也不会叛国投敌。原来他是为了救自己的亲人，害怕美军的飞机炸死自己唯一的亲人，才选择逃跑。李延年晓之以情，大到国家大义，让七连的战士们明白了一个道理：我们是在为谁而战？这就出现了本片开头那一段。你们想不想家乡的亲人？想。我们入朝以来，这一路上看到的凄惨的景象，那如果这些个事情发生在你的家乡，要想过上和平幸福的日子，只有打胜仗，要把美国鬼子打得不得不罢手为止。残酷的是，可能到了和平来临的时刻，我们有许多人已经看不到那个幸福的场景，但是祖国会记得我们，亲人会感激我们，是我们让他们过上了和平幸福的日子，是我们让敌人知道我们的国家无比强大，不容屈辱。为了祖国和人民，我们还有什么可怕的？战士们理解了小安东的行为，但是李延年却举起枪对准了小安东，子弹打在了树上。他要让小安东明白，没有大家何来小家，只有国家不受外族入侵，人民才会真正的安居乐业。现在摆在七连面前的还有一个棘手问题，对面的美籍医师来了一名老蒋的特务皮特王，专门执行策反活动，影响极其恶劣。我娶过媳妇儿，没碰过女人就一命呜呼啊，值吗？原子弹知道吗？一颗就能毁了北平城，要活命的就过来吧，带着我们空投的安全路条，或者到美军营地直接来找我，就说找皮特王。我特意提醒一下原国军人员，共产党可从来都不信任你们，回来吧。七连因为李延年的政工工作做得好，被分配到的解放战士要多一些，也正是这个原因，再加上皮特王的恶劣影响，谨慎期间上级不得不决定要取消七连的军事行动，统一协助调查。这是李延年不愿意看到的，他知道自己的兵是什么样，但是想要彻底消除影响和质疑，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带领着6名解放战士深入敌区干掉皮特王，为他们洗白。七个人深入美军腹地除奸，难度可想而知。不要以为这只是一个故事，这是发生在共和国勋章获得者李延年身上的真实事件。原国军投诚过来的战士在志愿军内部不占少数，其中最有代表性的非50军莫说，汉江以南死守阵地40天，全军几乎被打没，也没后退一步，是何等的悲壮和英雄。但总是有人心有不甘，专门派特务协助美军来试图劝降这部分人。美籍医师七团就有这么一位皮特王，他手上有一份详细的原国军名单，志愿军这边有谁跟他们的人拜过把子，有谁爱财，在志愿军哪个部队他是一清二楚。原国军人员都听好了，台湾的赵福根，你们可是一口锅里吃过饭的拜把子弟兄，现在向你们问好呢，他现在可已经当上连长了。七连有6名解放战士，光烦也得他们让他给烦死。关键是上级谨慎期间计划取消七连的作战任务并接受审查，一不做二不休，李延年决定带着6名战士一起去除掉皮特王，为他们洗白的同时也能为志愿军除掉一个恶心的苍蝇，以绝后患。除奸行动正式开始，奸人在美军骑兵第17团的团部，面对重兵防守的美军军营，李延年带领6位解放战士想要成功干掉这位皮特王，不动点脑子可不行，他们要去假投敌，以此来引出皮特王，伺机清除。因为皮特王才向我军阵地喊过话，这个时候前来投敌，他会误认为他的策反言论起了作用。拼演技的时候到了，主力部队在后方配合开枪，
制造出追击逃兵的假象。刚听到枪声，不能立马出现在美军前面。李延年估算了一下从志愿军营地跑到美军营地的时间，他们出现的时间要完全合理。皮特王，我是罗红，你老叔，老白旗呢？老白旗。皮特王听说有前来投降的志愿军，信以为真，这一定是他的喊话起到了作用。他只要出来，李延年他们就有机会干掉他。但是他始终很谨慎，一直待在掩体里面不敢露头。这出戏还要演得再像一点。战士罗厚才跟他谈起了条件，6000美金。皮特王知道罗厚才爱财如命，那罗厚才就跟他要钱，6000美金换我们6个人投降，再加上我们7连指导员李延年。说着他便把李延年压了出来，这可是条大鱼啊！皮特王喜出望外，还差那么一点，皮特王就有机会挨枪子。他只要站起身停个1-2秒，后面的志愿军战士就有机会一枪毙命。但是这家伙真的很谨慎，始终不露面，并且还在语言试探，那就再给他点压力。你要觉得他不值，我他妈现在就崩了他！你不要着急，拿李延年当人质。皮特王取来了现金，一切都在按计划推进，还得让皮特王把钱送过来，这才能让他露面。罗厚才钱不到手绝不投降，这符合他的人设。但是特务真的很狡猾，即便是罗厚才拿着李延年当诱饵，他还是龟缩在掩体里面不敢亲自出来。6000美金竟然让一名美军士兵送了过来，眼看事情就要暴露，李延年心生一计。撤！罗厚才，你疯了吧你！你把他打死还有钱赚吗你？你真是一个笨蛋！迪特被铲除，根据事先的约定，总部看到李延年升起了信号弹，说明任务已经完成。在总部炮火的掩护下，以及接应小队及时赶到，他们一行7人毫发无伤地回到了营地，完成了任务。你又立功了！李延年的高光时刻才刚刚开始。346.6高地争夺战展现出了志愿军攻坚战的智慧啊！这都是发生在李延年身上的真实事件，向共和国勋章获得者李延年老前辈致敬。我是侯叔，关注我，一起找寻世界真相。下一期我们不见。炮击停止之后，分别向各个阵地发起进攻，消灭残存的敌人。是。